一只猴子因为贪玩而不慎被绳子缠住，然而它能成功的脱离困境吗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在国外的一处废弃公园里，猴子家族正在这里觅食休息。这只猴妈妈带着自己的宝宝四处闲逛，突然她带着小猴子顺着一根绳子爬到了高处，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根绳子在后面会成为夺命工具。小猴子本性就比较贪玩，它抓住绳子的结不停地撕咬着，甚至还用手去研究这个绳子的构造。或许是因为小猴的操作导致这个绳子变长了，一只贪玩的猴子在攀爬的过程中一下子被这根绳子给缠住了。因为被缠住了脑袋，他为了让自己保持呼吸，使劲地抓住上面的绳子。而此时他的猴子同伴看到这种情况也十分着急，他伸出手想要帮其解开，然而并没有用。虽然猴子很聪明，